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维哥。今天我们来欣赏迷言那段经典操作，它用的是绍带啊，绍带。少年带头对面费比兽，一口火喷过去，对方技能戳过来啊，然后同时倒地，开血轮眼啊，居然踹到人家了，对方就在他面前，没有 A 到你啊，反正被他踹啊。这一波千差，对方怎么替身都不肯换、啊？落地保护，保护起身就是一套技能，然后丢了个贝壳，但贝壳没用啊，对方还没有替身啊。这时候，哎，秘剑还有大招起身，对方已经落地保护啊，这个费比兽的大招有点浪费，哎，居然还喷起来，也是厉害了。好，用技能，哎呀，居然没有寸到豆啊，这只能说费比兽尴尬了啊。最后直接一个大招秒掉，不仅有我，还有胜利还属于大家。费比兽就这么轻松被解决了。我看第二回合打的是疾风里洛克。现在的忍者都几百个了啊，数不清了。一口火喷过去，对方想用技能铲起来没铲成功，一个千叉把对方插住，血轮眼开出来了啊，继续 A， 然后一口火再喷。这个血轮眼好像有一个这个少带不是有个那个对吧？连招技巧一二三一二三还是一二一二啊？反正以前是看网友玩的时候非常秀啊。继续 A， 血轮眼开的有点慢啊，被踹了一脚，踹飞，一个千叉。这家伙也是落地啊，对方然后跑了，又被一口火喷死了，落地直接被喷。为什么就不知道跑呢？对吧？明知自己没多少血啊，不知道跑，套路啊，这就是太贪穷。哇，一口火还想用二技能，然后血轮眼开启，千叉啊，对方直接冲过来自己找叉啊，没无话可说啊，然后一套 A。就喷蛤蟆，蛤蟆喷了也白费啊！对方起身，哎呦，这个鹿王是什么情况啊？明明对方已经落地保护了，怎么不跑嘞？哇，可能，哎，不知道怎么说啊，有点像人机，最近好多人机啊，到底是不是人机？大家猜猜看啊！